这次我们两个一起演一部这个电影呢，当然是比较蛮开心的，因为我们台下已经是两父子，台上再做两父子，比较也对我们来说蛮容易，也蛮开心的。对，我也觉得蛮开心的，好感恩有这个很难得的机会跟爸爸一起演戏，蛮可爱的，我觉得，对，因为我们本身已经有那个 energy 在我们父子的那个 energy， 所以就做的比较自然吧，对，压力不大，但是有压力的，但是我现在在学习怎么将压力变成推动力。我就觉得是压力是一定会有，第二点就是不要自己再给自己压力啊。他这次的演出呢，就是在他的压力之下呢，还算是演得不错的。